摘下一颗小星星，做星星榜上的小星星。月亮躲进云朵里，让我的表现亮晶晶。摘下一颗小星星，做发卡上的小星星。雪花落在枝头上，让我们一起亮晶晶。我儿子呢？不知道啊。阿莲车，阿莲车，阿莲车。过来，你能啥呢你啊？给你新买的鞋，别踩脏了。孩子，小安，快回来！回来，挺贵的鞋。来，安利克，你自己看看鞋成什么样了。我不是批评你吗？还能穿吗？啊？找什么？好了，爸爸再买一双啊！没事。行了，给我还人家，走吧。爸爸，我喜欢这条小狗，它跟珍森家的那条小狗长得一模一样。哎，杰森家那条叫秋田犬的是名犬，这就是一条草，中华田园犬，啊，给人家，来，小朋友接一下，来。哎呀，松手，阿雷克，松手。哎呀，松手，听话，听话，松手，松手，听话。你不打狂犬，你不安全，怎么不听话呢？走了啊，小翠。哎，路上安全，张总。路上小心。张总，怎么了？今天我要是不把他带走，没好日子过了。啊，没事，一条狗而已。人家不要。啊，小崔啊，多少钱？转账。哎，不是不是，小安，你听我说啊，小安，你不是一直想给好运找一个家吗 ？Alex 家更适合好运。还会有更好的生活。俺那个家不是好运家。小崔啊，我是大人啊，按理说我不应该和孩子置气，但我是做生意的，什么叫我家没好运？少说的啊。张总不是这个意思，这条狗叫好运。哦，它叫好运是吧？那这么说的话，必须带走。不要。给我。哎呦哎呦呦，这么看长得还挺好啊。哎，没事，我给您送过去吧。好，谢谢。小朋友放心啊，到我们家我一定好好带他啊。
我很后悔对小安说出那句话，我当然特别希望他能和妈妈团聚。也许我今天做的小安还不能理解，我只有加倍努力，等我要做的事情都实现了，小安就会理解我了。崔小再到张老头呢，我拿98K 打他的玻璃杯，要不你帮我去啊？崔小雨，小八在外面啊，站着，快点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又来又来又来。哎，胖哥，您可算回来了。崔干部，嗯，我觉着您在门口堵我似的。没有没有。哎，慢点啊，别碰头。转一头。干什么去？不去玩。慢点跑，早点回来吃饭。那这小孩就喜欢在家里玩，刚在城里两天，住不惯，哭着喊着要回来。你看我这也没收拾，要不然我找你去。找什么找啊？对啊，找什么找？我这不来了吗？以后啊，咱们都不用去城里打工了。啊？崔干部，这还是原来那个事儿。是。不好意思，来让一下，让一下啊！哎哎，我帮帮忙。哎，